坐在你旁边的位置，你应该对我好一点。好可爱哦，我的命就是音乐，我跟你玩音乐。这个刚刚就打动我了，因为其实从小我是拉小提琴的，但是我也是跟你一样的那个心态，我没有放弃。我当时我是可能是第一个拉小提琴，一边拉小提琴一边这样 moonwalk 这样拉小提琴的。所以呢，我很坚持你这个想法，然后我很鼓励你。你刚刚说你通过音乐去找自己，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真的很重要。然后你需要的东西，我都很愿意很支持你。谢谢。最重要就是要找你自己。